在是这边是桃园的一行虾，就喜欢走的这个步道，旁边有很多这个，然后这边也有画，就喜欢走这个步道了，因为代表我要出国去玩，好开心哦！没有啦，我是出国去工作，这次是工作，好不好？是出差，然后港旅局的活动，那就拭目以待喽。好期待哦，今天会有什么活动呢？就先这样咯。穿着旗袍来导览房间。
间吧。那你们看一下哦。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呢是就是书桌区，但是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它比较软式，很像那种就是你坐在这边可以看风景，那边就是海景，让你们看一下，这样子看一下海景，你现在看得到吗？ OK， 这边也有一个这个贵妃椅，所以我坐在这边其实应该来拍一下那贵妇的感觉有没有。真的很好玩，就是来香港来体验一下穿着旗袍然后走在中环的旧街旧城，这样感觉是不是很好玩呢？那先放在这边给你们看一下。希望你们也可以来香港玩啦，穿旗袍来体验不一样的感觉。好，来，那就这样子咯，拜拜。